很早就听说这项 IP 赛事了，今年已经是第八届了吧？今天是第一次来，体验非常棒。 跑游王这边不仅赛道非常的漂亮，然后99号公路的路况也非常棒，非常适合骑行。对于这次跑游王的精神，我看到那些其他的选手都是意志力很顽强，一直能跟。就是主要是坚持吧，一个挑战自我的过程。 在跑的过程中，看到成群的牛羊，还有这个绿油油的大草原，感觉太美了，心旷神怡。第一次参加来内蒙古参加起跑两项赛，这边的风景真的超级美，感受到了这个赛场氛围真的非常棒。经过这次草原王的比赛，带给我的这个感觉就是，不管遇到什么困难都坚持下去，不要放弃，战胜它。 新疆有独库公路，只要塞车，但是内蒙古的99号公路完全不塞车，答应我，下一年一定要来99号公路。越野车，越野跑。